发型师阿 Man 对住每位客人都会花上几个钟头的时间，甚至乎是十几个钟头，为的都是满足客人的要求和保护客人的发质。这些就是阿 Man 的满足感。专业用心为你制作一个属于你的发型。是不是很喜欢做发型师？开头真的不是，即是好过我的人呢，大有人在，很肯定你自己喜欢这行，不要放弃。哎呀，其实这个疫情可能周围都是的啦，哪个无一幸免的，是不是？那你说可能去到这些 moment， 如果你放弃，你的团队都会放弃。